那我们金竹县也是率先来实施，由我们农业处下单，2400多万元买的这个石斑鱼，给我们所有的国中小学生来享用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。各国中小学实施营养午餐吃石斑鱼的第一天，这也是我们行政院苏院长的一个德政，全部由他买单。那我们新竹县也是率先来实施，由我们农业处下单，2400多万元买的这个石斑鱼，给我们所有的国中小学生来享用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。而我们新竹县政府也把它推动叫做聪明营养午餐，我们吃的就是深海的鱼，像鲨鱼、石斑鱼、青鱼等等。那同时我们也让小朋友吃这个全藻类、坚果类以及有机蔬菜等，当做营养午餐。石斑鱼这个美味口渴，而且是非常 Q 弹，而且香味让我们都扑鼻的香，让我们都想了就食指大动，所以我们吃的觉得非常棒。那这个主要就让我们的小朋友会越吃越聪明，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这个德政。那我们也是全国率先来实施的，让我们的乡亲朋友能够放心，我们的会把孩童的这个胃口把它照顾得很好。